这个部分的话，就是考你会不会写 VBA。那 VBA 当然我们上学期已经讲一个学期了哈，那当然下学期延伸，只是说我们要真的能够会写一点东西出来，你不要学了之后不会用了。那其实最怕是说你学了之后，你之后都没有再用到的话，那很快就忘记了。OK，尽可能的啊，想办法能不能提高效率。那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看有没有实际上用到 Excel 的机会啦。OK 哈。那我是建议你看工作，看能不能有打工的，像之前有同学打工，然后也遇到 Excel，他发现还相当好用，哦，他觉得很被这个老板给重视，因为他觉得哇，老板觉得说哇，那效率整个就飞快的，OK 哈，哦，那只是说呢哈，我们要怎么样把刚刚这个问题啊，就是刚刚是用 Excel 的这个公式有没有，把它变成 VBA。那 VBA 的话呢，主要就是两个按钮，很简单的两个，按下它可以帮我把刚刚一样的事情做出来。那只是差别不一样的部分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刚刚是输入公式产生的，有没有？输入了公式，然后再把资料放到，但是这个 VBA 不一样，VBA 是它是就直接在什么，在这个程式里面呢，去抓取资料，然后并且把它放过来。哦，清除的话，其实概念也差不多，清除我想。之前我们也写过，有没有清除啊？这个是懒的部分。那撰写的方法的话，跟前面讲过的步骤都一样。所以之后的话哦，我是希望你们第一个把 VBA 写完，第二个把两个按钮做出来。哦，那这样就完成我希望的那个测验了。那主要是希望看出你们到底有没有学会哦，不是说只会知道理论部分，也能够真的很顺畅的把这个事情给做完哦。那做法我大概说一下，第一步哦，一样先把开发人员找到，哦，一定要把它打开。第二的话呢，开启 Visual Basic，然后把程式写在哪里？写在模组里面。OK 哈，那两个写，因为两个按钮啦，所以就会有两段，啊，两段，一个我叫人事分栏，一个叫清除。OK 哈，那就大概这两段了，我把这个。删一下哦，其实前面 public 不用没关系。那你会发现呢，其实就是啊，将来呢哈，如果你上面的这个名称叫什么，这边的名称也叫什么，有没有？两边是 match 的，OK，也就这个里面哈，这个词这个的里面其实就是长这样啊，分别就两个，一个 sub 啊是叫人事分栏，一个叫清除。那至于怎么做呢？我们再来看一下。首先第一步啊，一样开启 Visual Basic，然后第二步的话呢哈。我们就要建两个 sub，那这两个 sub 记得哦，你不能随便写哦，你要写哪里？我前面讲过，一定记得要写在模组里，哦，就先把它移除掉了。也就你们将来打开的话，哦，应该哈，哦，点下这个 Visual Basic，它可能会把它盖住了，所以你把它往下拉一下，然后在这边按右键，先插入一个模组。那模组的名称哈，哦，它预设就 Module 一，就不要动没关系。那如果你要先产生人事芬兰第一个按钮的话，你就打一个 sub，空一格，人事芬兰有没有？就这四个字 enter 就可以了。所以一个 sub，空一格，一个名称，它就帮我把我需要的人事芬兰做出来。那同样同理可证哦，我们如果要清除的话啦，那其实就是你就在这边底下打一个什么，其实就打一个清除就好了。Enter 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那要怎么样写这个程式哦？首先的话呢，当然之前我们跟之前的程式最大的不一样是，之前只有一个栏位，有没有？比如清除的话，就 for i 等于第几列到第，但是问题现在是多栏的，所以也就是说哈，我们先写清除好了。清除部分的话呢，一样哦，我们一样会有 i，所以呢，你就打一个 for i 等于第几列呢？我是第二列。到第九列嘛，所以 i 等于二到，有没有九？Enter 两下，打一个 next。再来的话呢，哦，会多一个栏，栏的部分的话呢，特别注意哦，栏的时候哦，那当然这个是第一栏哈，一直到哪一个？第一道区。可是如果你打的话，你不能，哎，再来的话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地方多了栏的叙述哦，那栏的叙述我的习惯是打什么？For j。用 J 来代替栏，等于那特别注意 for 回圈哦，里面不能说哦，我用那个第一道 G 的这种文字，
它只能够接受数字，它不能接受文字。那你要怎么叙述？当然很简单嘛，你就把 D 改成它是在第几栏？第几栏呢？第四栏嘛。哦，到四到几啊？四五六七，所以四到七嘛。那 Enter 两下 ，OK 哈、哦。那这边少个空白哦。哦 ，Enter 一样 Enter 两下，打一个 Next。哦 ，OK。那你会发现哦，我在它的for i 的下一层的话，那我会多按一个 tab 键，好、哦，让它缩排，好、哦，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叙述的话，多了一个什么？多了一个 j， 也就是哪一栏，哦，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在里面按一个 tab， 输出什么？所以输出打一个 sales 就储存格，那他会问你说哪一列？哎，它前面一定是 i 列嘛，对哈、哦，逗点。后面是哪一栏？那哪一栏以前是只有 A 栏或 B 栏或 C 栏？那可是你是第几栏呢？有没有？因为我们已经把 J 啊、哦、有没有换，就是原来的栏改成用 J 啦，所以其实很简单，你就把这里面放什么，放个 J 就可以了，也就是第几列的第几栏。OK 哈、哦、啊，其实以后就记 sales i 逗点 J 就可以了，那它会先执行第二列的第四栏。哦、所以是这个储存格做完之后呢，那 J 又会加一，加一的话变5，就变成 J， 这边下一个第二列的第五栏、第六栏、第七栏，然后在 Next 的话呢，那就下一列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列的话呢，会变成第三列，那就换下一个，一个一个。所以其实啊，最后就是这样跑完、跑完、跑完，然后就整个全部跑完。所以其实它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叙述。那如果说我要全部清除的话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就等于什么？等于没有东西。那他就会怎么样？来帮我把这里面所有东西啊、哦，通通清空了。OK， 好、哦，所以你会发现呢、啊，这个清除就写完了。清除其实相对比较好写哈、哦，写成这样子。那我就把这个执行给各位看一下哈、哦。那它执行的话了哈、哦，我按 F8 好了，我不要全部执。你会发现它现在 i 等于二 ，j 等于四。OK， 所以意思就是第二列的第四栏等于没有。那第二列第四栏就这个。那把它执行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这个里面资料就不见了，因为它把这个放到这里。那 next 的话呢，追就变成它本来是四，对不对哈？经过 next， 意思说 next 追啦，就是下一个，哎，下一个的话，那追就变五。那五的话变成 i 有没有变 ？i 没变嘛，所以其实还是第二列。那就再把什么浏阳和这里面的资料怎么把它清空，哎，这个就不见了。那以此类推了哈，下一个，哎，那。在下一个呢没有了，因为四到七跑完了。那 next 这个 next 弹上去的话 ，i 会变怎么样 ？i 就加一，所以 i 就自加一了。那加一的话，意思是说哈，它这个地方就变成第三列，第三列的第四栏，那就这一个啊，清空，有没有？啊，再下一个，这个 h 类推了，所以全部都一样，全部执行，那就清空了。OK 哈，所以清除相对的比较简单。但是呢，如果我说我今天要把上面人事分栏撰写的话，你其实可以怎么样？直接把清除里面的资料一样把它复制一份上来。那做什么呢？哎，再来的话啊，我们就有必要什么？因为我要抓的资料，像之前我们会产生一个表格，是抓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。可是呢，我要怎么样可以刚刚好？比如说我要抓这个地方的资料是第二列、第三列、第四列、第五列。哎，那我要怎么让它直接让它不断加？但你不能说我今天直接输入2好了。如果你直接输入2按执行了，你会发现哦，它就变成什么？全部都变成2了啊！这个因为之前放日期啦，所以它这个里面它就被格式化成日期啊。如果你把它改为通用，它其实里面就是都是2啦。意思是说哈、哦，它把2这个数字通通丢过来，可不对啊！我希望这边变2345。6789的话，哎，那其实我可以做一件事哦，我可以在这上面多一个变数叫 k 的预设值等于2，然后把这个 k 放在这里 ，OK， 啊把它执行哈、哦，啊你会发现它当然还是2啦，不过我可以在底下怎么样多加一个 k 等于 k 哈、哦，怎么样把它加了1之后，有没有加1意思是什么呢？它本来2嘛。那我把它加了一之后再存到前面去，那就盖过去了。加了一就变3嘛。那下一次再执行的话呢，哎，它就会
输出就是3的，所以哦，如果我这边多个 K 的话哦，哦，我把它执行，你会发现哦，哎，这边的话就变出什么，像这样的一个表格，哎，2345，那主要就是什么，多一个 K 的概念哦，好、哦，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了，先产生一个清除哈、哦，所以我重点再回一，先插把 V 就被一个打开来之后插入一个模组。那先做清除，清除比较简单哈、哦、，for i for j， 然后里面的话把它做一个空的，再把这一段呢复制过来到上面做人事分栏，那这边只有多一个 k，OK、okay, 哈、哦，那这个 k 有点像穿针引线，因为如果你这边输入2的话，它预设值就2不会变，那如果是 k 的话，可以把它 k 等于 k 加一哦，加了一之后呢，里面的数字就每个都会累加 ，OK， 那如果我们可以做出这个 K 的资料的话，那后面就简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可以拿这个 K 去抓取 B 栏里面的资料了。好，待会再来看哦，请各位试试看哦。来，画面再还给各位哦。